一家之主名存实亡，是老婆如太后。待会我们录完了，饿了吗？好，可以吃个凉面宵夜 ，OK 吗？就每个人要 FaceTime 回去啊，吸气以后来，吸气以后来。哎，那晚上浴室很难，他怕漂亮，怕到爆。他不是跟那个陈伟礼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灯光，对对对，把头靠在他头上，他给陈伟礼玫瑰花。我说妈他妈的跟狗一样，就是这样啊！你什么东西啊？哈，你几岁啦？你做这个事情像话吗？那我看那个钟炳整个头越来越低，越低越低。现场玩过头，老婆发飙啦！我是他太太，请问一下你是？我跟潘老师一起露营啊，然后他刚刚是说，就我跟他初恋情人很像。那你什么初恋情人有关系？那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这样我来替代过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。累死啊！你还是比赛的，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很严重啊！出去了啦！老婆输入输入中，输入帮你叫记者发布离婚。就打电话给他就好了。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要离婚了，我不怕。你那时候不是有看一个餐桌吗？白色的吗？那不能买了，因为我已经买一个了。我看到一个快木的。然后呢？那你就自己买一个家，你就放在你家，你好好的吃饭啊。我们家谁是一家之主？我是一家之主啊。通常一个家里面哪一个人是一家之主？男主人才是一家之主。谁规定男主人是一家之主啊？那是以前的社会好吗？现在的社会几乎都是女人在持家。你变了，我不想跟你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明天就直接把那个送到家里来就是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就送送看嘛。那你现在是想怎么样？我就跟你说我不喜欢圆桌啊，你很奇怪耶，你一点都不尊重我啊，你也没问过我你就买。你现在是怎么样？那这样好了，我跟你讲哈，你买圆桌，我买方桌，然后我们以后各自在各自的桌子上吃饭，反正菜是我做的啊。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要逼我搬出去吗？不是啊，你可以把它退掉。我跟你讲，就两个选择，哈、嗯，一个就是留下来，餐桌留下来；一个就是我搬出去。那给你选择，怎么样？一个就餐桌留下来，一个就你搬去。对，没有到这么严重吧？就是这么严重。那你就带着餐桌搬出去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哈、哦，讲话讲不通、啊，我们在不同的 level。我跟你讲，哎、啊，等一下，因为你一个。喂，你在喂什么、啊？喂，我这里收信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哎，钟炳喝啦，钟炳喝啦，安娜来了啦。好，你在吹嘛？你怎么搞？训他嘛？好逗，你敢训逗嘛？训不怕嘛？变不掉，谁是一家之主啊？可是我还是敢呛他嘛？你敢呛他什么？但是你会带着桌子跟你搬走，呛得很逊，你呛一点尊严嘛？对，呛完之后的下一幕就自己一个拎了一个包坐在门口，对不对啊？后面还背了个桌子，搬着一个圆桌，搬着，哎，好凄凉哦。他这种对话应该换位置吧？对，没有，可是搞到第六名就是这样了。哦，哎呦，不怕的就已经是这样，那你看第一名还得了？我还敢讲出口。OK， 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来，微怕的来。不是，哎，你前面他们就这样子，已经差不多，这一对应该就差不多了嘛。差不多怎么样？那我这边应该就不用了吧？长度够。没有。你说结论是一样，我们只是看速度的快慢而已。你没有在协议出来的、啊。我跟你讲哈，这样子，电话你现在拨过去，好，然后立刻挂断，老婆一定会再打回来嘛。我们请个女生接。哦，哎，这女生，哎，这个很狠，还很正。对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不，这个不要开玩笑。哎呦，这有什么？不是江老师事情，不要开玩笑。狼都来啊，他们有什么开玩笑？对不对？怎么得了？拒绝呢？那是问嘛？对不对？哈，唯怕是你讲的题目，我们出这有什么怕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唯怕而已嘛。信心满满。哎，你好。宪哥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叫什么大名？我叫可心。手心手背。可心可心可心有来过有来过。哇，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吗？
对。来了。他接了，我们就突然间挂掉。等一下，我小朋友会吵醒。没关系。接了会不会是男生的声音？没事，把他搞到家破人亡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。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听到这个女的讲话了。不是，这个时间应该是小朋友在睡觉。哦。然后他人在。还是你打家里？我打家里面的。家里面不行，家里声音太大声了。啊，真的、哦，小编会吵起来。我爸应该等一下就会打我。我觉得这样，还是你打你小孩的电话。不，哎，小孩有干脆把他吵起来。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很怕、欸，别的女生接。对啊，我不是怕，我是尊重，我是疼老婆。哎、欸，先跟我跟你讲，我的生命哲学里面有两件事情。哦，什么事？有件事情是很难的。第一个就是呢，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来。喂，老公，你找我吗？喂，你是谁？喂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打错电话了。你是哪位？你是要找潘老师吗？对，我是他太太，请问一下你是？我跟潘老师一起录影啊，然后他刚刚是说。就我跟他初恋情人很像，然后，对，他刚刚好像有打给你，对啊，我有朋友他打给我，所以我想说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他刚刚去洗手间，然后他就是叫我帮他保管手机呢。他叫你帮他保管手机？他有叫你帮他接电话吗？他说如果有电话来，就直接帮他接。你晓不晓得这样子接是侵犯别人隐私的、啊？可是潘老师刚刚说可以啊，是莫名其妙。啊，潘老师来了，你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韩玲，哎、欸，在放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刚才上厕所了。是在录影吗？上什么厕所？对，因为那个宪哥他刚好又是他也尿急啊，就大家一起去上厕所这样。那为什么？那刚才那个女生是谁？那个就是录影的那个修 girl， 他们刚好今天有活动要表演嘛。那我刚刚手机摆在旁边啊。那你什么初恋情人什么关系？啊？没有什么关系、啊。他开玩笑的吧？他乱讲的吧？开玩笑的，他开玩笑。这莫名其妙，你们到底在干嘛啦？算了，不跟你讲，我现在弄小孩在哭了，你待会儿自己再跟我解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你们叫我这样太过分了。宪哥，打回去，宪哥，拍谁？宪哥，赶快解释，宪哥。买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淌这个浑水。解释了。我解释。对啊，这要打回去的啦。我一定要解释，现在这多一分钟，多十个小时的吵架。对啦，多一分钟多十个小时，赶快解释现在。来，我怕回去很麻烦，回去很麻烦。但是就怕他不接啊，真的抱了小孩就走。我跟你讲，对啊。对这个哇，两个电话，两个艺人要离婚了。你太不了解潘太太了，心里收。他这个时候反而电话是没跟你讲，对，有可能。要不然试一下嘛，气头上还好，他打的已经在开红酒了，就是要喝就对了。这个要解释，不会接嘛？喂，喂，你现在是谁啊？潘太太，我没有想怎样，我是欧弟。欧弟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在录节目，我们 call out。对对对。我也在了。我是汉典啦，对不对？我是露露，对不起。拍谁啦？对，还我们在录大热门。对了，宪哥出了主意啦。对了，我们在 call out， 刚刚是开玩笑的。刚刚是效果啦，对对对，我们正在录影。屁啦，你们。真的。我们现在在录影。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，真的不信，你可以听有阿咪老师的音效。宪哥讲话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有，这个是哎。宪哥讲话，快点。老婆，我中奖。麦欧北贡，没事啦，我们在录影，故意要逗你，就是说如果别的女生接到，接这个，对，接这个潘老师。宪哥你好。哎，真的啊，怎么样？是我没错啦。
他不是没东西，对对对，也不是零星。就说如果有人接你老公电话，你会不会很生气这样？对，因为他是、欸、你们真的很贱哎、欸，你们。而且很紧张哎、欸。而且亲爱的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们在选说谁怕老婆不怕老婆，他选的是他不怕。他只是微怕，对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答案，我们要把他名次往前挪很多，好不好？没事，那个小孩，来，你跟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宪哥出的主意，没办法。你不要就闹，我就跟你说，就是小孩子这样子，我怎么？啊！不是，好好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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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不可能啦，不会啦，你也知道嘛。反正你回来再说了，好，我们今天会录到两点哦。你屁啦，乱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好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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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吧，回去没事吧。我跟你讲，没事才怪，完蛋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完蛋了。我刚才讲过有两件事情。哦，钱哦，一个是从别人的口袋里面把钱赚回来，最难；一个是把别人的脑袋里面的思想带回来。哎呦，前面成功的叫老板，后面成功的叫什么？叫老师。对，两个都成功的叫老婆。啊，你跟老板斗呢？你是不想混，所以你跟老师斗，你是不想学。讲这么多，你要是跟老婆斗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想活了。讲这么多，你不如坐第一排。对，你是先坐在七楼嘛？你潘老师，而且如果你真的那么觉得这个解释太困难的话，好，你直接带他一起回家开门的话，一次就解决了，一次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换家里嘛，开门就一起，又正又辣，对不对？老婆咬牙。好啦好啦，你没事情啊，你去啊，你去，没事没事。来玉林，来来来来，你还没哭啊？惨哦！好啊，我哭什么？哭什么？来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很简单，你就po一张你们的照片，哦，就好了。我跟他照片吗？对，现场拍啊，就说啊，发错了这样。不行啊，发给老婆发错，发给老婆，然后说啊，发错了。先帮你们两个拍照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问题是要po去哪里？要自拍，po在那个，没有，直接传过去嘛 ，FB 啊或者什么都可以，直接 APP 传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啊，没有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们拍，然后你手是勾掌，那手不能勾啦，这样。要勾啊！我们可以了，好，不然你跟他不行了啊，不行，好，要不然你站直直的，但是他勾你勾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哎，他冒冷汗，对对，他冒冷汗，紧张成这样，玉玲，第一名不是跳起来了，好，阿亮，第一名不是跳起来，没有，亲密一点，再亲密一点。他自拍就好了啦，不用过来。自拍两个更近了，冒冷汗，英哥，那我抄袭好了。你抄袭，你抄袭啊！没有，玉林哥，我跟你讲，你手要拿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想清楚哦，你手要拿起来，手要拿高，手要拿高，要不然他会以为你在。这招更狠。吹气，你就要吹气，耳朵，你要嘟嘴的感觉。对啊，你这东西要回去，雅雅就早产了，我告诉你。啊，这还这还，刷赛啊！你今天刷赛啊，你。哇！流汗。怀孕了，好了，有一张、欸。可是宪哥，对啊，他们讲没错，她现在怀孕了。对啊，所以那张照片删掉都不行了。好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只要感觉上头跟头在一起，这样子自拍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感觉有点亲密，但是又不是太亲密。对，我看这一张可以。这不行啊，这要求有点细啊。你这个孕妇有办法那个吗？那啥，哎，还是比赛的，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很严重，真的，真的，这 OK， 这 OK， 这 OK， 这好严重哦。我老婆待机了，我老婆怀孕现在脾气很古怪。而且宪哥，我替他那个讲。啊，出去了啦！出去了。这个不是你爷啦，是伊爷，是伊爷啦，伊爷啦，你打人的手机啊？不是，真的出去了？没有，不可能啊！没有，过来，把手拍就好了。他根本没有号码，他怎么出去？好，你们自拍，自拍的，自拍。啊，好哦，对，哦耶，哎，你要入镜嘛？对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的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我老婆就够抓狂了啦。哦，好，危险哎！然后呢，宪哥，再来了，抛他抛哪里？抛朋友圈，抛我的那个 Facebook 了，因为我的 Facebook 跟我老婆是同步的，对，所以他直接可以收，我收得到，他也收得到，但是你要抛私信，你不要给我抛到公开的。那当然不能抛公开，你是笑的哦，你抛公开，他们全世界都看到了。干嘛骂人家？人家也是为了工作，很辛苦哎。抛好了吗？抛好了。抛私信沈玉林的玉林君呢？嗯，哎，外粉丝团哦，还偷偷打广告。哎，你头发去哪里剪了？还要，好烦啦！好像剪坏了，这很流行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那你才长坏了嘞。你这头发跟谁剪的？这季反击还不错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。
哦，哎呦，这样不好吧？睡睡睡，没有不讲，哎，第一次接触啊，哦，还好啊。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雅雅，然后最后打一个字就好了。爽，不行啊！哪有正妹会这样剖的呀？爽，要救命！哎，好好，这一段跟这个好，这一段。他说什么？这没有这一段，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。可以啦，快点嘛！哎啦，谢谢个爱你。哎啦，他说什么？你自己念出来。玉林哥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，谢谢你今天对我这么照顾，怕我饿，又怕我冷，还贴心的借我你的外套。你不仅一直逗我开心，还夸我身材好，哈哈，在你旁边真的很有安全感，我好喜欢你哦！别忘了，等等录完影，你要带我去吃宵夜。喂，这不行啦！你完蛋了！你还要敢删？人家手机。对啊，宵夜后面还有一个小爱心，耍他都出代机啊嘛，这不行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不行。我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得了，叫潘若迪老婆打电话给雅雅。对，哎，你打，哎，对你老婆嘞，你跟你老婆讲说打给她说，说是开玩笑的这样。你以为我老婆现在会听我的话吗？他会接我电话就阿弥陀佛了。哎，讯息吗？等一下，先擦一下，擦一下。担心不啊？我老婆传 A P P 来啊。我玉林哥手都在抖了。啊，老婆输入中，输入中。你老婆等于是我老婆，我来。什么？让我自己。宪哥，先让我擦。宪哥，先让。真的问，打了一堆问号来了。先让我擦，宪哥。我邱坦，邱坦。让我擦一下。老婆没事，只是逢场作戏。没啦。先让我擦一下。Motel 吃宵夜更方便。行家。行家，哇，真的是行家！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 motel？ 对，行啊，在大直附近嘛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摩铁？哦，好，好烦。哎，六 S 蛮上道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太迅速传来了吧？好，来，没有，他 Facebook 都同步的啊，对啊，哇，好快啊！我他好像抓狂哦。这手机是烫的，哎呦！这个会传，他在输入中，这一通就决战了，来了，关键。哎，那这不行，那要赶快打给他解释。赶快打，还是打一下。对呀，要不然对不对？说真的，看他这次打什么嘛？赶快讲，看他这次回什么？冒冷汗，那是不是还在输入中？对，我打很久，我糟糕，打很长，完蛋，这次打很长，我最怕人家打很长了。还在打，还在输入，还在输入中，还在顶你。来了，差嘛，来了，有了，来要趴出来了。好，帮你叫记者发布离婚。真的，我靠，快点，在我用了幸福有人照顾，在我转接语音请加。好办。来，我赶快跟他讲，真的，赶快，宪哥还是用你的电话，用你的电话，没有，高兴的吧，顺利。啊，高兴了。没事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啦。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哇，好准哦。好嘞，完全一模一样。差吗？对，哎，半人啊，对啊，电话还是要打一下。对啊，再打看，再打一次。你干嘛不接我的电话呢？问号。哇，好厉害。对不对？好，再打一次，再打一次电话，还是再打一下。你字那么大字，输入中，你看不到，老花了。你还有心情？还不开玩笑？好紧张啊！快打他！我他又在输入中了，又在输入中了。对啊。哎，他真的会哦。等一下回来再跟你解释，我爱你哦，救命救命！哎，他干得出这种事，我也是在节目跟女艺人太亲密，有没有？他把那照片截图下，他给我po在公开的Facebook了。很好的玩笑。很好的网友，等一下回来再跟你讲，爱你，好吧？没事了，对，这怎么可能没事？宪哥，哪里没事啊？你好像修理机车行，就说弄一弄就说好了，下后啊，哎，等一下，解释有必要那么累吗？
是啊，那怎么？快点！不是不是，宪哥还是用你的手机打。不是、啊，就打电话给他就好了。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要离婚了，我不怕，我不像你。你结婚20年了，你离婚没差，5年离一离算了。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要解释，这集好痛。你慢慢打，我一下子休息。哎呦，不行了。转接语音时间，无时候开始播。宪哥，用你的手机打，对不对？你完蛋，你们真的惹到雅雅了。用我的，对啊。事情哦，以我对雅雅。我有电话吗？我没有。你有电话？没有。要不然你的鸽子拿出来，鸽子。飞鸽传书。没有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再打了好不好？哦，安心啊，安心。你做一号，他不安心嘞，不安心，不安心啊。不是，你做一号刚刚好而已，好吧？要不然你们赶快结束好不好？好好。喂喂喂呀、啊、刚刚那个在录影啊，那个在开玩笑的了。录影？哎，我是刚开到玩笑。没有啊，他们就在排行那个怕老婆啊，那所以就用这个来测试看看啊。可以吗？所以啊，所以就开玩笑的啊，那个照片是假的啦。那个宪哥打的，那不是我打的。对，看播出知道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播出就知道了，那开玩笑的了。好啊，那你问他们什么时候播，我再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拜拜。恭喜沈玉玲与雅雅和解成功。这集。